是小天后麦莉塞勒斯在2014年底与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儿子帕特里克火热交往，不料两人却在2015年5月分手。近日麦莉在采访时自曝是双性恋，而在她的个人社群网站上也频频抛出与一位辣模的合照。这位麦莉的新欢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御用模特 Stella Maxwell。 麦莉动作频频，似乎要向外界公开自己这段恋情。麦莉曾和雷神索尔的弟弟连恩·汉斯沃有过一段长达四年的感情，双方一度论及婚嫁，岂料两人分手后麦莉行为越来越脱序，私生活混乱的传闻也不绝于耳。许多网友也看随他的新恋情，认为两人只是玩玩而已，但麦莉索性放上一张合成图，写上 Stella Max 和我以及我们未来的孩子，希望证明给外界看他对这段感情可是非常认真的哦。 Yes，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